副总统姚彭斯夫人、外长巴特勒斯夫妇。今天下午，由我国外交部女秘书长吴汝瑜夫妇陪同，到台北几家珠宝店浏览名贵的台湾珠宝。姚彭斯夫人一行首先到天一珠宝店，选购了十几种台湾的项链、戒指、弥勒佛像、珊瑚观音像等。店主特别赠送各一个爱字玉牌给罗培兹夫人和巴特瑞斯夫人。罗培兹夫人对台湾的玉石、珊瑚特别的喜爱，在几家珠宝店里愉快地消磨了一个下午。